在这儿？不是你叫朕来的。我？你找朕商讨要事，为何要穿成这副样子？是皇祖母让我穿成这样的。编谎话也不编得像一些。这是皇祖母亲手设计的衣服，让我帮她试穿。她已经去找女画师了，说要把画像画下来，让我在这里等她。那这蜡烛呢？这蜡烛，她说是要搭配衣服的色调。朕刚才还疑惑，为何是李公公来通知朕，说你有要事要与朕商讨。哎，原来啊，我们俩都被那和蔼可亲的皇祖母给骗了。何为骗？他老人家也是一片苦心，我们这些做儿孙的竟让他如此费心。难怪他之前跟我说啊，你是头毛驴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什么毛驴？说你是倔毛驴。我是毛驴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野马呀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董小姐，看来朕今夜要在你这儿委屈一晚。哎，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是委屈啊？哎，我说天气怪凉的，睡地上多不合适啊。你睡这里。我？好好好，我睡就我睡。反正啊，你是我新圣宫的客人。好位置都被你占了。这是风口，我给你挡风呢。看来哀家的方法是奏效了。一会儿哀家走了以后，绿篱不许让任何人打扰他们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太皇太后，要是有人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嘘嘘嘘嘘。玉莲，我有要紧的事通报皇上，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。唐燕，左看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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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幽兰殿那边出事儿了。听着像是幽兰殿啊。
何事？将士。你走吧，你走了，我就可以睡我香甜柔软的床了。玉林，玉林，啊，好恶心呐！蹭了我一手哈喇子，啊！玉林，谁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？我跟他拼命！啊，杨公子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能是谁啊？一大早上的谁啊？来的正好，这是九哥让我给你的。怎么冷不丁的送来这么一个玩意儿？这是九哥特意找人做的，金的，说是只有黄金才能代表他的心。他是同意了，那他为什么不自己送来？还不是你那个快递害的。自从他负责快递之后，整日都在忙，哪有空见你啊？东西我收下了，他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快递的工作会慢慢走上正轨的，叫他不要太辛苦了。等一有时间呢，我就过去看他。娘娘，那就先告辞了。嗯。哼。娘娘，皇上他人呢？还没起床啊？昨天晚上被叫去幽兰殿了。幽兰殿？不可能啊！我昨天明明在这里守夜的。让你这个睡神给我守夜，别把自己丢了就不错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来得太是时候了。娘娘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今天早晨我还在想，昨天晚上那一出，算是让齐生的心计显露无疑了。他迟早是要把江氏扶正的，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为自己打算，不就如同在等死吗？娘娘，那跟这个三角有什么关系啊？九王送了我这个三角，也就是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从现在起我与九王就是同一战线的战友了。朕下了早朝便来看你，你可还好？妾身并无大碍，现在陛下来了，妾身就感觉好很多了。你放心，你好身子便可，其他的事情你不必想太多。音乐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便是。这几日我时不常便会难受，看见陛下就会好些，还希望陛下能多抽些空闲到幽兰殿里来看。你既然提了，朕又怎会不来看你呢？妾身说的可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日日如此。这是朕的责任，朕若是拒绝你的要求，倒显得朕是个薄情寡义之人。自音乐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陛下，就知道陛下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现在虽然陛下繁荣之事尘世，但是音乐知道，毕竟陛下与音乐有着这么多年的情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陛下肯来陪着我，妾身就放心了。朕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，明日再来看你。
挂哪儿呢？嗯，娘娘，都说财不外泄，咱们还是把这个金子藏起来吧。宝贝儿，这你又不懂了吧？这叫卧薪尝胆，这东西啊，会时刻提醒我的人生目标，做我的指路明灯。娘娘，啊，娘娘，干什么呢？这个灯歪了。朕在你这儿坐会儿，便走。怎么着？昨晚没睡好，跑我这儿补回笼觉来了？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如此夹枪带棒的？对不起啊，皇上。如果你喜欢听那种撒娇妩媚的话呢，麻烦您出门左转幽兰殿去。这个呀，我真不会。朕本来是想向你道歉的。昨晚确实是有要紧的事情，突然离开，是迫不得已。你既然如此，朕这就走了。娘娘，你怎么能这样跟皇上说话呀？他心不仁，我还要讲义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小白。已经处理过伤口，妾身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为何要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？妾身觉得对不起陛下。此话怎讲？臣妾怀了陛下的孩子，太医说已经有三个多月的身孕了，是因为对不起陛下。妾身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个孩子，就是给陛下添麻烦，所以妾身才想，不如和这个孩子一起死了算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音乐明白，陛下留音乐在这宫中调养，已是极大的恩赐。可如今这个孩子，是所有人都容不下的。你放心，朕定会尽力保全这个孩子。陛下保了他又能如何？他活在这世上只是一个无名无分，连和自己的爹都无法相认的可怜孩子。你放心，既是朕的骨肉，朕定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。若是这孩子真的有了名分，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会不会心里过不去呢？是妾身对不起姐姐，可是这孩子毕竟是妾身的亲生骨肉，妾身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孩子。皇后那里，朕会亲自去说的。听见陛下这么说，妾身才能勉强安下心。你好生休养，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不知陛下明日能否来看妾身和孩子？Thank you.
不必通报，朕这就走了。您不进去了？朕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，他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，就让他再无忧快乐的过几日。 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哇哇，飞呀，啊啊，飞呀！张太医到。小张，我没叫他呀。娘娘，您忘了呀？咱们宫里太医要定期例行为娘娘把脉，看一下可否有隐藏的病症。哦，把他叫进来吧。嗯。张太医，您这边请。哎。 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小张，看你这表情，我是不是病得很复杂？恭喜皇后娘娘！ 娘娘真是喜脉呀！啊！你丫说什么呢你？娘娘确实有喜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爹爹，你滚一边，冲出去！不必这就滚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啊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哎，我这个月事啊，向来都不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 阴伯阳别，寸脉沉，尺脉浮，鼓动华丽，阴中见阳，又有何调之象？娘娘却是有孕的脉象，为保万全，微臣再给娘娘开服安胎药调养一下啊！你给我滚！好，好，好，没事，这就滚！哎呦！ 滚！我怎么没有发现呢？难道因为我是男人，没感觉？娘娘，你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 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没什么。娘娘，娘娘真的没什么。 是张家托人送来的东西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张家托了城里最好的裁缝，专门做的小孩的衣服。张家，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。 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其实娘娘没有怀孕，那张太医是家里买通了，才说娘娘怀孕的。什么？我没怀孕？ 太好了！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几日游览店又招了太医，家里觉得蹊跷，便暗中托人询问，谁知道江氏那小贱人竟然被诊出了身孕了。江氏怀孕了？嗯。啊，难怪。
怪皇上前段时间去幽兰殿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忍住啊！就算是打掉了牙齿，也要活着写。我肚里咽。你再说一遍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姜氏。家里人怕姜氏有了身孕便可肆意妄为，于是便收买了张太医，将娘娘也把出席脉了。这样一来，找个机会除掉姜氏的孩子。你们真的太狠了，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呐。娘娘，家里人知道你性子烈，怕事先告诉了您，没准啊您会打到幽兰殿去，到时候再惹得皇上厌弃。以后这种事情千万要与我先商量，假怀孕是正房该干的事吗？到时候玩线了，会不会也伤害到我呀？你赶快去跟夫人传个话，下面我要说的你每句都给我记清楚了。娘娘您说。第一，姜氏肚子里的孩子必须保住，这件事情我另有安排。第二，齐盛不是傻子，赶紧叫家里想办法把我肚子里这个假货名正言顺的拿出去。皇上吉祥。不必多礼，你怀孕的事太医已经告诉朕了。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今天早上绿篱啊在我宫门口发羊角风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个宫都知道了。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，尽管和内务府提。皇上，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，毕竟那边也需要你啊。你知道了。哎，皇宫就那么大，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，是吧强公公？你这是在说反话吧？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只是那天你的态度令朕实在无法开口。皇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高兴。你高兴什么？我为皇上高兴，为江妹妹高兴，也为我自己高兴。为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？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。皇上，你看哈，如果我跟江妹妹各生一男一女就太好了，将来也是个伴儿，皇上呢也早日儿女双全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。别说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冷落了江妹妹，你就大胆放心的去照顾她啊。娘娘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。齐盛啊，这是在和自己发泄。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？刚才动静那么大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没事儿。娘娘，娘娘，您看这小衣服多可爱呀！可爱，可爱有什么用？您真就不打算自己生一个？我？让我去生孩子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等您真有了孩子呀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哎呀，我这怀孕的消息一传出去，怕是要几家欢喜几家愁了。可不是嘛，姜氏那头呀肯定恨死娘娘了。我说的不是他，姜氏是怎么想的我真的没有心思去猜，只是九王这一次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与他刚立下盟约，就马上传出来我怀孕的消息，换作是谁恐怕都难以接受。不行，九王那边还是有必要去见一面的。你去他府上给我传个话，说我要见他。嗯。哟，
好巧啊！不巧不巧，这一次没在同一间茅厕遇到，只是我心中实在不解，为何见面总约在这公会之地啊？因为你我和这茅厕有不解之缘啊！哎，这厕所管理员想得真周全啊！你看他把这男女二字写得如此硕大，还挂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就是不想让别人犯咱们曾经犯下的错。这是我特意找人改的。啊？这宫中大小的茅厕都归我管。原来你成了茅厕君啊！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自从上次晋升之后，皇上就让我总管着宫中的鸡毛蒜皮之事，我心中也是愤懑至极呀。这次我来就是要与你商讨这些事情。这里的味道太重了，咱们换个地方谈。走。我朝的人啊，真是有情趣。这厕所旁边就是花园，上厕所的同时，顺便把风景也给看了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厕所的选址也归你管啊？还是说正事儿吧，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，有关我怀孕一事，其实是张家人的意思，我并没有怀孕。你我二人之间的盟约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我了解。九王真是料事如神啊。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你绝对不知道的事。江映月怀了齐盛的孩子。我已知道此事。那九王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？那就略陈拙见了。本王以为江氏现在的身份见不了光，但只要生下皇子，齐盛为了不委屈那孩子，必然会叫江氏改头换面，这一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。只要皇上这样做，届时张家与本王借着齐盛有备纲常，齐齐发难，想必会一呼百应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江氏是容不下我做皇后的，她早晚会给齐盛吹枕边风，取代我的后位。可到那时，满朝的文武大臣，皇亲国戚，哪一个又会容得下这个蛊惑皇上、乱了纲常的女人啊？九王，如果我是宇宙智商第一的话，那你就是老二了。虽然你说的话我听不太懂，但是现在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保住江氏的孩子，我得赶紧和张家通个气儿，让他们万万不能动了江氏的孩子。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看着齐盛一路错下去，一定会抓住他的把柄。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是干什么？这一次一定要把持住，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。啊，妹妹，你怀有身孕这样跳舞会动了胎气的。哎呀，不过妹妹这个舞姿啊，真是倾国倾城啊，难怪齐。啊，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，哇，好香啊，这把我迷的是五迷三道的。这个是决明子、薰衣草和龙涎香制成的，有安眠的功效。妹妹最近睡眠不好？自从妹妹怀孕以来，我夜夜都睡得很好，只是皇上他经常批阅奏折到很晚，我这香是为皇上备着的。妹妹真是心细啊，难怪皇上喜欢来你这儿。若是姐姐喜欢，走的时候就拿去一些吧。啊，千万别给我，这香要是被我拿回去，绿篱一生的清白可就不保了。姐姐不肯收这香，是不是嫌弃妹妹呀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
我心疼你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只要是妹妹的，我都喜欢。比如肚子里的孩子。这说来也是巧，妹妹刚有了孩子，姐姐就怀了孩子。哎，姐姐的孩子不重要，妹妹的孩子才重要。妹妹，你可要好好的养胎。今日妹妹找姐姐前来，是想问姐姐是否知道咱们宫中有什么手艺精湛的裱画师傅呢？裱画师傅？不知道。以前皇上曾经给臣妾画过一幅画像，昨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找到了，就想给裱起来。皇上还会画画？该不会是那种画吧？画不重要，重在皇上的心意。皇上给妾身画那幅画的时候，足足让妾身做了三个时辰呢。不知道皇上是否也给姐姐画过？哎，那种画我可没有，我向来都是拍照的那个人。哎呀，妹妹不知道皇上没有给姐姐画过，妹妹不是故意炫耀的，姐姐千万别误会了。妹妹放心，我没误会。小情侣嘛，相互画个画多正常啊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画啊你可得收好了，流传出去啊就是艳照门。艳照门是何物？哎呦，僵尸把画给丢了，那可是恶有恶报。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画，说的那么宝贵。听说啊，姜氏称那幅画是皇上亲手为他画的，他还说皇上只给他一个人画过。我呸！什么叫只给他一人画过？我那也有一幅呢。有一次啊，皇上在我那儿喝多了酒，兴致大发，硬是让我一动不动，足足坐了几个时辰，也跟我说这画是给我一个人画的。你们不说呀，我都还没有想起来，原来皇上也给我画过。只不过啊，我并不在意，也许那幅画早就被我的宫女们拿去糊窗户了。这姜氏还真够自作多情的，以为那画是他的唯一呢。哎，皇后娘娘恐怕还不知道此事吧。走吧，姐妹们，我们去一趟兴圣宫。走啊，走啊，去找娘娘。我偷他画像哟，看来娘娘果真是不知道呀。这姜氏早已把幽兰殿闹得人仰马翻了，说是皇后娘娘偷了他的画像，嚷着要见皇上呢。他爱见谁见谁，他见天皇老子我都不怕。告诉你，他人我都摸过，我偷他画像干什么？他哭着嚷着说是娘娘您嫉妒皇上给他画画呢。娘娘，皇上果真没有给你画过画吗？没有了。别让姜氏那恶人先告状，到时候啊，真的是跳进太液池也洗不清呢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在我面前挑事儿是没有任何效果的，都散了吗？你就告诉人家吗？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求你一次。不是我不说，是我真不知道啊。皇上正在书房里安排人手探查此事，结果还不得而知呢。那你知不知道姜氏丢的是什么画像啊？为什么我们家娘娘就没有？其实这画没有也罢，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，这事儿不用放在心上，因为这画像几乎我们后宫里人人都有一幅，就连我也有一幅呢。啊，你也有？上次皇上喝醉了，就给我也画了一幅。人家也想让皇上给我画一幅画像啊。那照现在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家娘娘没有才是好事呢。这画像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。我这就回去告诉娘娘。这个卸磨杀驴的丫头，就不能和我多聊两句吗？
你去告诉人家嘛，人家可是第一次求您呢。皇上，您找臣弟来不知所谓何事？九弟最近不忙吧？虽不是要紧的差事，却被繁杂的小事缠身，像御花园中种植草木的种类，这一季宫中所需要的蔬菜是从南菜园送来的还是西郊菜园的，都等着臣弟来定夺。看来你平日里倒是清闲。并不是什么容易的差事，越是小事越是劳神费力，恐怕臣弟多有疏忽。不过区区琐事罢了，怎么就难倒你了？是不是觉得一身本领无处施展？臣弟并无此意。既然如此，朕现在就派给你一件能施展拳脚的差事，不知九弟愿不愿意？皇上交给臣弟的差事，臣弟定当肝脑涂地。幽兰殿那边江氏的一幅画像是丢了，你去查查此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臣弟遵命。九哥，九哥，你猜怎么着？别着急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江氏丢失的那幅画，果真在女神姐姐那儿。你可看清楚了？错不了，在女神的衣柜里有幅江氏的画像。鹏鹏并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，更不会为了一幅画像争风吃醋。可证据确凿。我相信此事并非他所为。怎么看这件事跟皇后娘娘有拉扯不清的关系？皇上命九哥来彻查此事，恐怕是皇上故意的试探。如果万一不是他偷的画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明日一早你随我去一趟兴圣宫。那只能如此了。果然如您所料，
皇上派去查案的人夜访兴圣宫了。你确定那是皇上的人，并且已经看见那幅画了？确定，那人发现那幅画之后又放回了原处，如果是帮他的人就会把画拿走了。我说过，事成之后定会重金谢你。娘娘，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当初接下这单私活呀，也就是觉得娘娘您的遭遇我太看不下去了，我这辈子算是与情无缘了，所以呀，想帮助娘娘您和皇上破镜重圆，促成一对好事。希望一切如你所愿，这个你一定要收下，永远离开此地。你对我的恩惠我会记在心里的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自当小事，那小的祝娘娘心想事成啊。皇上，朕知道，你下去吧。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么么么，飞呀，么么么，飞呀。这对好基友今天一起来了。今天这么闲啊，你们两个手牵手一起来，该不会真是有一腿吧？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两个是纯洁的。哟，不知娘娘平日里对字画可有偏爱？哎呀，我小时候啊，画苹果像梨，画鸡像鸭。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江世舅的画就在你的药柜里。胡说，怎么着？没完没了了。我是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的人吗？他说的也许是实情。绿林，你去我柜里看看有没有他们说的话。本王是相信娘娘的，可是皇上命本王彻查此事，总要有个交代。对了，我顺便提一句啊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白天不注意言行也就罢了，但夜晚对一个女人的前途来讲太重要了。哎，你的睡相太差了。你又偷偷溜进我房间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被子盖好了没。我除了看到你的丑态，我没干别的。你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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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的药柜里真的有一幅画。要如何处置此事，一切皆听娘娘的安排。本王大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用你替我担这么大的责任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到时候有什么你就直说，不用护着我。咱们现在去找齐盛讨个说法。看来我命九弟查的事情是有结果。回皇上，这幅画的确是在兴圣宫找到的。皇后会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这个人最讨厌被人冤枉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谁也别想黑我。这幅画确实是在我宫里找到的，但不是我偷的。你可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倒是破罐子破摔起来了，难道要让朕自证清白？我，朕命你查办此事，
你却如此办事不力。要不是朕安排的密探已经告诉了朕，是有人夜里偷偷将画放进兴圣宫的，你岂不是要让皇后娘娘无辜蒙冤，让朕错怪了她？臣弟知错。果然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。是江氏。江想必是妹妹记错了，这件事到头来也算是真相大白，我也没什么损失。皇上您千万不要责怪妹妹了。如何处置我自有分寸。哎呦，处置什么呀，还不是你那幅画闹的。你说你又不是张大千，干嘛到哪儿都留幅画呢？朕是在练自己的丹青技艺吧。以后啊，你不管到哪儿，只要在那门上刻上齐圣到此一游就行了，用不着画画那么麻烦。现在想来，齐圣早就知道江氏有意要陷害你，然后他才有意派我去查，因为他早就料到我会一无所获，他只是想证明我无用罢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你已经在第一时间赶来跟我商量了，我知道你是在顾及我的感受。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，齐圣只是想证明他才是你的依靠，而本王无权无势，靠不住的。九王，我既许诺便会重诺。娘娘当真这么想？这宫中的大小事情都是心机，都是算计，我能有个值得信赖的兄弟，我当然会选择信赖的。现在就只希望江氏和皇上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感情，他们感情越好，对我们越有利。娘娘，就此别过了，日后你定要多加小心。聊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哎，娘娘，您快来看呢，娘娘们把皇上的画像都拿出来了，供大家欣赏呢。我还真想看看这艳照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来，念娘，你先看看人家的。就这，还丹青？说好听点是抽象派，说不好听的，这简直就是一坨翔嘛。娘娘，您看我这个，每个娘娘都有一幅。原来暴走漫画的鼻祖是他，真是皇上的粑粑都香啊！可怜的江氏了，还一直把这视为珍宝。娘娘，还有我们的呢。是皇上来了吗？娘娘，皇上并没有来，您刚喝药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是。宋太医的药停了吧，咱们是时候计划一下该出演那场流产的戏了。娘娘，你可真想好了，要是江氏真生了皇子，可就……我现在就是要力保他顺顺利利的生下皇子，谁要是敢坏了他生孩子的大事，我跟谁急。那就等您月事一来，咱们就报小产。嗯，哎呀，这个撒谎的最高境界啊，就是连自己都信了，到时候只要咱们自己入戏，齐圣他不信也得信。把宋太医叫来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了，跟他叙叙旧。宋太医，娘娘
自从上次你把他暴打了之后，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，已经出家当和尚去了。啊！奴婢还是去把张太医请来吧。去吧，去吧。什么药啊？那种药，落胎的。你不早说！娘娘，娘娘，注意仪态，仪态呀！哎呀，不要了！你喝了？怎么就这么着急啊？你再等哥一会儿，哥不就来救你了？你救我？哎呀，我不救你谁救你啊？哎呦，这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？乖，想哭就哭吧，哥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妹妹，我当然是关心你啊。这种事情我不是没遇到过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刚掉了孩子的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和照顾，来吧，给一个爱的抱抱。你别再这么假惺惺的了，这没有外人，你装给谁看？我告诉你也无妨，这药我喝与不喝都没什么两样。什么没两样？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但孩子没了我可是最伤心的人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这只不过是我挽留皇上走的一步棋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怀孕？那幅画像的事，本是我想陷害姐姐，即便陷害不成功，我笃定依照姐姐的性格定会置我于死地，这样一来皇上就会站在我这一边。说你傻你还真的傻，我关心你都来不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正是你这种假情假意害得我走到如此地步。想不到你对我百般热情和嘘寒问暖，反而让皇上高看你一眼，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。你无计可施？你这一假怀孕，我比你更无计可施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齐盛不还老来你这儿吗？以后把握机会就是了。我好心劝你啊，男人都是自由的鸟，最烦被束缚。如果你想和你的圣上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。江氏的没怀孕，啊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她是用了小三的惯用伎俩制假怀孕，为了笼络齐生的心。嘿，太好了，这样的话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，也不用咱们杀生作孽了。我的宝贝儿，这对我来说算什么好事儿啊？娘娘，江氏她没怀孕，你怎么还失望了呢？江映月生不下孩子，我用什么借口来搞掉齐生？现在看来，之前的所有计划都无法实施了。娘娘，来日方长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吧。我们先回宫吧，太医已经在那儿候着了。
也只能这样了，走吧。嗯。小张，别睡了。喂，张太医。说话呢，哎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产比较合适啊？娘娘，娘娘脉象稳定，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。别装了啊，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拿掉啊。娘娘，这孩子是真有了啊。小张啊小张，这个孩子不能有。娘娘，这个孩子可以有。虽然之前陈寿张老夫人之托要称娘娘怀了孩子，但陈上次给娘娘诊脉时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。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？娘娘，臣和您如实说了呀，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娘娘吃安胎药呢，臣也是如实叫皇上禀报的呀。怀孕了呀！娘娘，你不能这样！娘娘怀孕了！娘娘，别打了，娘娘饶了我吧！你去！娘娘，你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，怀孕了！回来！娘娘怀孕了！这就是怀孕了，娘娘！哎呀，娘娘！娘娘，这都怀上孕了，不可能，更心烦了呀！不可能，我跟齐胜根本就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是三个月前在江府那次？你不要再像个跟屁虫一样烦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您真是太大意了，怎么一直没来月事？自己都没发现呢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阿喜爸，嘿，娘娘，那定是您底子好，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。这次在江北遭了那么大的难，都没有动了胎气，说明这孩子是上天对您的眷顾，是命中注定啊。老天爷，你这是咒死了我儿我呀！娘娘，今天江氏没了孩子，咱们又有了孩子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呐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我是怀孕又不是瘫痪，干嘛老让我躺着？那新熬好的燕窝粥您吃两口。让朕来吧。其实，这个孩子不能生。一开始，朕也这么觉得。既然你也这么觉得，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！啊！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竟然很欢喜。可是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了。这又是为何？上次
你不是说你爱吃酸的，无酸不欢吗？现在怎么又不能生了？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，这孩子生了会增加张家的势力，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，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。孩子和张家之间，朕当然会选择孩子。若你如此替朕放心不下张家，朕明天就扳倒他。哎，别闹别闹别闹，既然你不担心张家，你就不害怕哎我这个性子把你的孩子带坏了？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那大可不必，到时候会有奶妈替你看好孩子。皇上，我不能跟你生这个孩子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？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，而是让我生孩子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话是大逆不道，生儿育女是你的责任，怎么能由你的意愿左右？一定要生吗？啊！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，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朕命你好生休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朕命御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不想吃榴莲粥，我想吃鸭脖、鸭肠、鸭心、鸭锁骨。我头疼。财神恶是谁？养烟。莫急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除了你还有谁呀？那你猜猜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啊！不要再提桂花糕三个字了。叫我好人，不用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？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，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个人有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就一定会送去。当然，你可以叫我夜行侠。哎，那无需赞我，哥就是这么潇洒，做好事从不留名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是不是洗澡、睡觉你都要看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，我有职业操守的，不该看的我绝不会看。我是夜行侠，不是偷窥狂。哎，咱俩一起吃。不吃。啊！哎，袁岩，我怎么觉得你老在我身边晃呢？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歪心思啊？那不能够，你是皇后，又是九哥心尖上的人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喜欢。那你说说看。你是喜欢我的模样呢，还是喜欢我的内心啊？我当然喜欢你的内心啊，我可不是那种肤浅之人。那看来你是喜欢男人。鉴定完毕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娶媳妇了，也要娶你这样，最好也姓张，和你长得一样最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双胞胎兄弟。嘿，表姐妹也行。你是在让我给你介绍对象吗？姐姐，难道让我守着你嫁不出去吗？你也到年纪该娶媳妇了哈。哎，我就当一回月了啊，等我回老家我给你撒嘛撒嘛啊。那我就等你去啊。哎，你下次给我带那个周黑鸭的变态的。知道了，这个不够味。知道了。辣死了辣死了。